真正的在地人来介绍休假到的灵感，然后我们希望发掘真正的在地灵魂，然后可以让台湾更多不一样啊，还有被遗忘的地方可以重新被重视。我们是一群除了拥有热情之外，在各自的领域稍稍有一丁点成绩的神经病。核心成员主要来自于各领域的设计师、青年活动企划师、流浪超过20个国家、100多个城市的流浪旅人，以及伦敦都会大学大众传播硕士归国等等，更有来自各界志同道合的背后协力团队。但最重要的关键来自于你们的支持，是将我们推向成功的最重要因素。就是行动力很高吧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说要去做某件事情，然后另外两个人就会马上说好，然后可能剩下那个人就已经站起来准备要去做了。成为我们欧北来的一份子呢？首先，我们会在高雄凤山打造一个沙发客栈，然后用老公寓改造的方式，成为我们分享在地生活的示范点。然后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可以让大家实地去认识我们在地人提供的冷门景点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定期聚会，然后并且去走访。然后，最后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用音乐跟设计的方式呢，然后去记录这些台湾的美好，然后并用各种推广的方式，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这些在地的地方。哪来浓浓人情味？完全感觉。